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Anna 庄启兴，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Skin， 我们是 Culture Show。原本今年受邀到台湾演出，却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如期前往。但是我们将会在2020摇滚台中线上音乐节跟大家见面。7月17日から18日。Rock in 台中，就会有感。